钱，入钱的话脸书会帮我划出钱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开始。他现在给我两块钱，因为他上次跟我跟他打几块钱，有听到声音。两块钱才会讲冰章嘛，一块钱不会有声音，恭喜的，赚一块钱，哎，不不不不，哎，我再给你打几块钱。好。打赌双胞胎。好。好，以上。OK。真的没有烟。我打赌一块钱，哎，哥，你是我星巴克，你借我们小姐支票好了，我们有好多小姐，你会破产。第二个我再跟你打赌一块钱，是不打赌星巴克，打赌双胞胎了，最后双胞胎了。他讲不出话来，他在哭。太开心了。是有录到。卫生纸。卫生纸。卫生纸。这个是你人生第一件运用，他太激动了，让他吃惊。而且昨天还做梦，还梦到说，你还，哎，你说对我这么没有信心，我这边讲你会怀疑吗？我对你有信心。我那天就对你打赌，你会怀疑那你就不相信。我不是每个都打赌，我打赌一定赢。哦，你这是亏大了，我们好几个小姐要喝星巴克哦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对，他那天就说请喝星巴克。星巴克不便宜。没关系。等他沉淀。趁在你在激动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讲三件事情。今天是礼拜三，连续三个礼拜三都很重要。这个礼拜三有，而且第二条线横照跳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双胞胎。我下午会打电话。我下午会电话接一下，会打电话跟你讲几胞胎。第二个是下礼拜三来看几胞胎有没有外孕，外孕我们医院，因为我们植入过程也知道很细心嘛，所以我不会让你外孕。第三个是心跳，下礼拜三，所以今天是六号、十三号、二十号，一直到三月二十号才比较确定。但是我可以预料将来就是两到三胞胎，有两个到三个星期。外孕我可以保证不会，因为我的植入技师太有信心了，我们已经 N 年没有发生过外孕，所以你不会是第一个。你现在有什么感想？哭。他现在比较沉静一点了，比较 stable。 你真的没有去医院了？那你昨天验，你做梦梦到没有怀孕？那结果梦中有哭吗？吓到！哎，你可以赶快跟你先生说你怀孕。先不要，因为我昨天才跟他吵架。啊、哦，为了这件事情吗？不是。好吧，这一次希望我这边验孕有怀孕，让你恢复感情的融合，有帮助吧？那这个应该带回去让你跟你先生要个钻戒。哈哎，我先跟你讲一场事，你什么时候植入进去的？2月23，简直是2月9号，2月9号，所以是今年的明年的1月16号。通常如果双胞胎会提早，所以是12月16号。如果16号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外线的样子。如果12月16号好不好？12月16号卫生，因为12月16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真的？好，那你就看日子，12月16号什么时候？你们那时候结婚有时辰吗？我要问我公公他们。对。你就写那个时间。这样是双三喜临门，两个双胞胎加上你们两个四喜临门，恭喜。他的预产期就是他的结婚纪念日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有一个苗栗46岁试管婴儿，我验呈现阳性。他说他是今天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不是验孕日，他说他是结婚7周年纪念，他的结婚7周年是一辈子。恭喜了，恭喜恭喜！我们好吵架。为了，我开始了。